什么？我要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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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啊？大家还没有今天啊，好多第一次看我直播的朋友，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退出去了没有？你们还在吗？你们还在吗？上次听你说话还是上次听你说话的时候，你还真好笑，一看这位直播的就是在直播吧？这什么东西呀？看鲤鱼直播就像在看直播一样。我这些偶像中最喜欢的就是我这些偶像。上次直播还是上次直播？哦，原来这是最近的一个梗吗？下次直播的时候就又开直播了，什么东西呀？太好笑了！今天最搞笑的事情，今天我碰到最搞笑的事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位鲤鱼好像是鲤鱼啊，你搁这儿呢，笑死了！这是我今天看过最搞笑的事，今天最搞笑的事情是最搞笑的事情，今天最搞笑的事情是鲤鱼最搞笑的事情，太好笑了！我的天，我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，我的天呀，我笑得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。我眼泪都，戳我笑点了，不行，我的天呐，我不行了，我笑得太那什么了，我怎么能那么好笑呀？我眼泪都出来了，不行，太好笑了！我的天，就是我的天，怎么能有这么好笑的东西？我的腮红都消失了。上次听鲤鱼笑的时候，还是上次听鲤鱼笑的时候，笑死。是吗？这 哦，我的天呐，这次的笑话是这次的笑话，不行了我，笑起来跟笑着一样啊，你笑起来跟哭的一样吗？鲤鱼上次喝喜茶的时候，还是上次喝喜茶的时候，太好笑了吧？笑死了！我现在觉得自己在说笑死了的时候也很好笑，不行了，真的太好笑了。真的太好笑了，真的，我怎么会这么好笑？就是怎么会，哦，天呐，戳我笑点了。鲤鱼下次直播就是我在看直播的时候，你这句话好感动啊，因为你下，我下次直播之前你就不看别的直播了吗？天呐！主要是，我笑死了！我看到一个，等等，哎，弹幕不见了，弹幕不见了！天呐，那个好好笑的弹幕它不见了。哦，主要是好笑的地方，主要是好笑，好好笑！我的天，怎么能这么好笑？好笑的地方主要是好笑，
太好笑了，就是不太好笑，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我的天！我笑死了。什么，在鲤鱼夹过每一分钟就过去了60秒，这是我感觉这是我直播以来笑的最猛的一次。好笑就是有点不好笑。上次这么好笑的地方还是在上一次。我在看鲤鱼直播的时候看鲤鱼直播呢，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能这么好笑？是吗？这是我直播间弹幕最冷的一次，还好吧？震惊！00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活过21岁。中国人只要多吃一块肉，世界上就会少一块肉。天呐，每天，明天1分钟只有5秒，为什么？笑死我了，就像我笑死了。空调开制热的时候，就是开制热的时候，怎么能这么好笑？我的天，这个点还没睡的人一定还没睡吧？啊？我看得很疑惑，是因为我很疑惑。啊？刚刚有人发了不该发的东西吗？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是我说了不该说的东西。好的，笑死我了。应该没有事情。我很紧张，因为我很紧张。对，我很紧张。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不崩的。鲤鱼扎头发，看着像扎了头发一样。不行了，看直播不看鲤鱼，就像直播不看鲤鱼。这个笑话除了有点不好笑之外，还是挺好笑的，我笑得不行了。我还要再说一个硬广，就是我的那个广播的事情，我先不搞这个了，好累。就是广播的那个事情，最近就是等等，最近就是，就是都会开始来一些嘉宾了，最近就是最近开始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，你别说了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没有嘉宾的时候是没有嘉宾的时候。哎，别说了，抛开好不好吃这点，那个确实挺好吃的，怎么那么好笑？抛开内容不谈，你讲的还是蛮有道理的。什么？饿了的原因是因为饿了，不行，我不能再读你们的弹幕，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，怎么这么好笑？就是，那个。